盈盈生 B 女似成女，家乐导演上身。唔系，佢喺隔篱好似做紧导演咁噶。你心机，唔好用错力，我惊佢用错力啊！佢用咗啲力喺个面度啊。系啊系啊。咁人哋好似你好似勃勃咁样啦，佢又要回气啦，回气佢又嗰回气，佢太快啦，我又要示范啦，唔系咁样回气，冇力，十力再嚟咁样咁。勃勃咁，会唔会真系屙咗啲啊？大家好，我叫 Alisa， 我三月十号出世，重7.2磅，依家已经舒舒服服喺屋企啦。两胎嘅真系两胎嘅，啲姑娘话似我，咁我一话似我又谂起 Bonnie 噶嘛。剩女啊！咁我梗系似阿妈好啦。我今日应承你，叫你为我老公。上年11月，家乐仔同盈盈相喜临门，话咁快就生咗啦！两公婆寻日拎埋全家福出嚟晒幸福添，好 sweet 啊！佢好快就又落地梯，好似未生过咁，个肚都未收嚟啦，有个肚喺度啊！我怀疑仲有一个细佬喺度，得戚得你啊！包你入手术室啲嘢啦。即系我唔想入去嘅，咁跟住姑娘逼系啊唔敢，跟住姑娘逼我入去。之前你兄弟就冇剪到脐带，今次家乐仔就试咗啦。我觉得好微妙啊，好神奇啊，原来好硬噶。佢仲要第二个相机过嚟俾我帮佢影相，要剪几下噶，即系三个英文字嚟形容 ：amazing、incredible、wonderful 啊。我啲英文出晒噶啦。咁中文名几时改先？唔系真系好似你之前话叫前世系嘛？初头未知仔定女嗰时谂住前进嘅，前进即系国歌每逢国歌最尾前进，每晚都唱嘅。因为女咧就可能前程咁样啦，可能前程感受啱啱生完嘅盈盈，仲话想生多个啦。就可能即系都希望生个细佬咁样系嘛？去玩下咧！哇，你得闲噶啦，仲要全职凑女同喂人奶噶嘛？我喂佢唔食我啲肉食佢，焗到奶出嚟都唔得。哇，你焗到我惊啊！唔惊，唔惊，唔惊。